肌肉魔法师马修，一部很感的作品。很感两个字就是我对肌肉魔法师马修的评价。本作秉持一个魔法不行物理先行的主题，确实很有爽文的味道。凭借肌肉即正义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掀翻魔法世界的感觉确实有趣，但我一直觉得这个主题其实很难撑起连载，比较像是那种四格短漫或梗图吐槽，所以马修就会明显给人一种一下好看一下又不好看的感觉。没有梗的时候，要不就是工具人上线赶进度，要不就是很难笑的桥段一直反复。我真的很想吐槽这个超不好笑的关门梗到底要玩几次啊。可能没有遇到一个天降神助的动画改编对本作是一种损失，但我也必须说，我自己从故事的本质上看，就也没有太看好它了。